哦，这边是红队，红队又是什么？对，哦，这是技能红队吗？是猎人之类的吧？啊，我们先来抽签。好，蓝队是猎人，蓝队是人，蓝红队队是是猎人。人。好，啊，我要作弊。啊，哦，我看到了。好了，我先抽。红色，抽。接下来换超级，我是猎人哦。好，我抽。从上至下，蓝色，蓝色，我抽，蓝色，你抽，对不起，我抽，蓝色，蓝色，小雨，我蓝色，是不是抽完了？还有啊，按不到吗？蓝色，蓝色，这边剩两个，蓝色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加油，你去换，你去换红队吧。什么？我吗？要放回去哦，要放回去哦，东西放回去哦。你那个按下去会吸你身上的东西哦，要放回去哦。我身上本来就没东西啊，没关系啊，感觉好。我是吟游师了，是要穿衣服哟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快要来杀我们。那这个专属技能是怎样？隔墙有眼，应该就是选一个吧。随便选一个。精灵的火尾哦，追击者。哦，有个东西耶。是职业吗？应该是吧，左右两边。哎，可以选好多个哦。通用职业为什么你隐形啊？大家都隐形啊！你说隐形了，直接讲隐形哦。还选择呀？左右两边，左右这两个，左右两边。好，后面看你啊。我是隐友，我选我也是隐友，我选隔墙。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选到？画面，等一下，粉信，你要比较快，这是什么？到，不是，好大声，这是技能，这是技能。好大声了！这是技能啊！你要再点一次，刚刚他好像侦测到我。那个木头人的技能不要用，太吵了。好，吟游师好像是我们可以选一个通用跟一个专属吧？好像，嗯，好吧。吟游师人格，你选你专属有选一个了吗？可是我专属是哪一个？出去之后就是国字上有写个专属，对，竟然算是选好。那专属三个，你有试出他们的效果？你们好了吗？好，随便选一个啦。还有没有一个开始游戏？这边有拉杆，这里，哪里？那就拉下去，开始喽。好，反正就知道。好，猎人是二十秒。我在飘，我在飘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哪里？坠落。跳伞，跳伞。我跳船上，我跳船，我跳船。劈伞，劈伞，金块。我跳这个。我跳船了。跳伞，我跳一击。啊，我们没有武器。如果月骑士改这样多好。哦，感觉之后也会有吧？我看到，我冰箱里面有，我捡到一个金钻，我金爽哦！哇，我捡到三个了，哇，好多，超多的，快两个，直接拿啊！哇，好爽啊！对啊，直接拿就好了，这可以吃吗？怪兽叠死了，哦，好大声哦！那不然那我们空手打人哦，变出变，这怪兽怎么不能吃啊？所以十片，我这边两片了。我真五片，很容易掉下来的。你们看到那个吗？你们看到那个祭坛吗？我看到祭坛竟然在超高的。哎，我看到金块哎！哦，竟然在这！天眼来临！从天眼来临！快点，我们要准备看到他们了。真的吗？发光，我们发光了。哦，我什么在旁边？为什么没看到你们发光？没有，它是我们隐形会不见。哦。哦，我是 Q 出去就好了吗？还是怎样？你会回血吗？Q 出去没有用哎、欸，会，不会，好，所以这样空手多少还是有用。哇哇，你这个这可以干嘛 ？Q 哦，我知道我拿走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啊，隐形太 OP 了吧？大家都隐形吗？好像是、欸，天眼会显示一下下，然后，嗨 ，Hello， Scare， 哦，1.13，别忘了可以游泳。还是看得到我啊！刚刚忽然间看不到，现在又看得到了。那空手打人，哎、欸，又，哎、欸，我先行了。哇、哦，这里好多碎片哦！哎、欸，这碎片怎么给啊？哦，你们剑可以还是 Q 上去都可以吗？那碎片被捡到会怎样吗？他 Q 上去捡不回来了、欸，哎。有人有放三个了。我刚放了两个，我这里怎么有骷髅？好帅啊！我 Q 上去捡不回来了。哪里会有金盘呢？我比较好奇。上面，你血怎么那么多？我要死了啦！那个塔吗？塔塌。对对对。附魔金火杀我！我看到有人发红光了。有被附魔金火杀？你这个人都没在做事。不是，我就
有他进口就一直捡了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还有传送门啊，还有隐身商店。有我又再跳一次伞了。啊！死掉会重跳伞，掉会重跳伞。生命数还有二啦，还有二。有那个生命数量。哦。这里是什么？哦，这里是祭坛。等一下，金砖一个一个丢比较好。嗯，祭坛在哪里啊？祭坛在一个角落。你看头顶有一个那个中介的形状。哦，要上去是不是？对，上去到最上面。哪里啊？问问。我觉得这个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在找。很像中介的地方。设置成功吗？没有啊。中介城吗？哦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对。然后对，把对他丢金块是不是？是，哎，蓝色37个哦，天眼来临，天眼来了，天眼来了。你知道，光是要找到你们就好难，然后找到之后又只能空手打，没有武器。他是丢上去就有反应了吗？对，在哪里？是要一个一个丢吗？还是哦，要丢上去？为什么丢进去表示四十啊？一个一个慢慢丢。嗯。你分数怎么那么高、啊？因为我丢很多碎片啊！啊！我说你又找到人了！啊！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小玉！等一下啦！我现在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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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给一下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超可怜、啊，我的队友还都不晓得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好卖逼的！我诉苦一下！哎，小玉，我听了！你看我的队友还想来收头啊！我真的不懂了，抢头了！啊你还没拿找到吗？对啊，我还没找到祭坛。所以现在跑者有个祭坛，然后鬼这边也有个祭坛。好像祭坛不止一个了。等一下，我快摔死了、欸。祭坛可能有很多个。哦、嗯。上面往上走，这边。为什么那里红红的？有谁红？不是我打三个。还有中介城吗？不是我刚出去。对。这边。你要找我分线找我上来。这边。只能再叮一下喽。天眼来临，可以做的事情有，我记得会发，我看到刚刚你们有发光、啊，然后有些地方有很多箭头，那边是传送，我刚刚踩到，发光，怎么感觉都好懂？这边有吗？好像没有看到，钱卡在上面呢、欸，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怎么上去的、啊？本来起家哦，对，到了，太难了吧？我再找，是超难上来的，这是一个一个丢吗？对，慢慢丢。上面的好像是我卡的。哎，对，我是啊，没有摔死，我摔死了。哦，我摔死了。生命数量用尽了。哦，雨天摔死了。摔死了。汪汪摔死了。汪汪，雨天也有摔过啊。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摔到。啊。生命用尽了。对，生命用尽。所以难怪会是空手。啊，但是总觉得有点呛呛的，对，好呛哦，我整个在迷路。你就别说了，不是，那不是呛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啊，他猎人的职业还有那个啦，可以招脑鬼或者是。有，我刚刚有，我就招脑鬼，对，就会比较好。牛诗人跟那个隔墙有点差别，到底在哪？不知道，可能可以知道猎人的位置吧。啊，隐忧是任何人。对，我们刚刚有发光过，应该就是那个。我看一下那个技能。被猎人知道我的位置。可以让猎人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。在。靠近干嘛？再试一次，说不定就比较懂了。再来。一二三。要开张是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抽签，抽，随心，我抽，蓝色，接下来换谁？蓝色，你的声音怎么忽然变小了？蓝色，回来了，蓝色，被鬼带走了，被鬼带走，我蓝色，哎、欸，巧克力发光了，抽完了吗？巧克力红色发光了，发光了！哦，所以那就是技能。嘿，蓝色。那我就剩红色啦。要猎人方。那我就把东西放回去了。刚刚右边的分数可以那个，是不是可以买东西？所以就没有。哎，对耶。有什么？要不要现在重新启动游戏？木头人。你说哪一个？那个这边有游戏说明书，对吧？白色这个。后面你后
啊，重新启动游戏，所以我们可以带几个重置了场地。哎呦呦呦！哦，先看一下幻影袍者的技能哈，应有四。这个你有选什么？你们就不要木头人，木头人太吵了。对，木头人就不要嘛。对，感觉是一个通用跟一个专属啦。你们是都全校感知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哎，可能要接近。好，不然我带天眼。他那个宠物蛋可以带两个。宠物蛋可以带两个，是不是？对，两个都可以选。通用，所以应该是。哦，隔墙有眼的功能是可以用。那个当幻影袍者有隔墙有眼的那个技能，他的准心对着猎人，猎人会发光。哦，难怪哦，他吟游诗人嘞，他吟游诗人嘞。我看一下哈，吟游诗人丢掷祭坛碎片至祭坛中会获得四分。嗯，哦，加分比较快，那准备好。然后就可以买东西，像金苹果只要九颗。其他幻影袍者的成员会一起获得一分。吟游诗人所以都给吟游诗人丢会比较好喽。对。哦，所以我刚刚丢那么多，那我就可以丢是两个吗？哈，你刚刚一起讲话，我听不懂。对不起，你先。我说技能是选两个吗？猎人的。我看一下猎人是一个通用跟一个专属，你就试试。我先看一下猎人技能有什么哈。哇，猎人技能好多哦。能在哪里？超级多。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技能书的位置。这边。还有全程感知跟全校获得说明哦，猎人技能，通用技能，感知召唤，猎人技能超多哎、欸，天哪，好多、啊！我突然觉得这两招好猛，全校跟全程，一个是蹲下可以发现你离跑者有多远，对，嗯，哎、欸，可是他。其他的那个幻影袍者不是有好多技能？四个技能看到两，对啊，不是有四个吗？一至二楼往上看，它大部分技能是被动技能。那二楼怎么上去？要走上去吗？哦，那所以二楼还有不同技能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没看啊？专属还是它是在维修中 ？I don't know。黄金大亨。往上看哦哦，它往上看就自动会哦上楼了哦，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哦，这技能很多，好不好？嗯，诡辩莫测，慢慢跳，跳又会是。往上看，雷达也不错哎。幻影袍者，精灵火尾，干死你的效果链。哦，哎，可是这是选呢，还是因为每个都有拿到哎？他是进里面再选吗？哇，大家在研究技能，各种研究太多了，太多技能了，太丰富了。对啊，神出鬼没，任何时候都。其实不知道自己选的哪些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受到来个，都要感觉选了，可是。好啦，那大家都好了吗？这差不多了。反正完了就知道了。好，猎人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好啊，来呗！你为什么这次剩余祭坛是25片？没有重置到吗？有啊，有重置。来，佳佳，刚刚是50嘛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好，自己补充，自己加满。来 ，Go Go！ 跳！刺激！我要去跳船那里，我要去跳船。技能书我都还有，这都在身上。没有附魔精灵果道具了，是被附魔精灵果不能吃啊？那个也不能吃啊，那只是拿在手上哎、欸。哦，可恶，都饼干的没了。这也是祭坛，现在没有。祭坛在哪？还有五秒。哦，我拿到祭坛碎片了。对，拿到很正常。没大声的，哎呦，马上看到一个人呢、欸，小玉。啊，哎、欸，我什么都没有哎、欸。小玉不要死，打狗棒都没有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？我连而且我没隐形呢、欸。啊，我身上还有蓝色地毯呢、欸。对啊，我什么都没重置的。
啊，那重开好了，重开好了。重开好了，好。呀、啊，你不要再打了。嗯，非常问号结束了，但相信等一下就会懂了。应该吧。应该吧。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。可以加的。有可以加。加。好。哎，我怎么又在这里去？这里好挤呀、啊。哎，这里是哪里？这要怎么回去？我又在外面了， 回来了。每次都在跑酷外面。随身商店哦，看一下，帮你插旗三分烟雾弹，重新启动九桃药水。哦，这玩多玩几场之后可以买东西的，可是你要有这本书。嗯，